人心最丑陋的贪婪，真钱的味道，真的十万块现金啊！那这十万块，我数一下，10万啊！怎样？因为里面你都给我，那五万，你可以五，对，就是这样也没有。所以你觉得你跟我是平辈？那你请我们3万块吃饭就好。因为我有3万，那你拿10万去啊。